係今次我就做一個黑幫嗰邊嘅一個大家姐嘅角色啦。咁啊，今日我哋呢場戲都好有趣嘅，因為就係拍我出場。咁喺我自己嘅夜總會，即係我嘅 club 嗰度咧，就請 dancer， 見到子善咧非常之勤力啊！佢係應該操咗3個月，跟住就要甩水，即係唔飲水啦。所以頭先佢好似都飲咗個齋啡，去令到自己更加甩曬所有水。是就是為了這場戲，所以剛才看到的效果都哇，剛才在化妝間呢，我們很多個女仔都在那裡哇，即隔離廠的女仔都想著過來看我覺得這些又不是很夾仔的，這些是真的欣賞我們的好拍檔而已，是啊，即好像那時候 我 跳那個燕舞呢，即好像 KK 啊、吳韻龍啊都要站在那裡看，即係唔係去及咯，係大家即係做翻個角色要做嘅嘢咯。咁咁啱好，我個角色係要特別欣賞佢啫，係啊。打開香港零一 app， 即刻撳下邊01TV 粒掣，再撳上邊娛樂街，所有娛樂話題湧曬出嚟啊！最熱最爆，八盡娛樂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